过来，咱看油价哦。中油头拄宣布讲，对今仔半暝12点开始，汽油柴油是每一公升要降价，要降一角。调整了后，九二无烟汽油是每一公升32.8元，九五无烟汽油是34.3元，九八是36.3元，柴油是31.6元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